欢迎大家收睇今晚呢一场比赛。今日嘅天气非常之好，睇嚟观众咧都系受到呢一个好天气嘅带动啊吓，见到球场嘅气氛，哇，几咁热闹啊！两边球迷采尽力咁打气啊！赛前嘅气氛系够晒啦，不过而家主赛先至上台噃。喂，啱啱转台过嚟睇我哋嘅观众，唔使担心啊，你哋冇 miss 任何嘢，我哋啱啱先话开始啫。巴黎圣日耳门对巴塞隆纳，赖工入个世界波啊！开波冇耐就有波入嘞噃。啊，估唔到结果都系佢入波先喎，其实系人都知佢有料到噶啦，系净系对手球员好似冇防范咁嘅。算完全知道队友咧系会俾个波佢嘅，佢任务就只要咧唔好越位就得啦。今场波出现第一个突破啦！耶，有啲咁俾人侵犯喎。 好，美斯攞到波啦，史坚尼噶攞翻个波，睇实边个喺前边啊？考虑紧有啲咩选择啊？吓，美斯射门啊，挡住呢个波，呢个波救落嚟啊，睇落好似好易啊，其实真系唔简单嘅。奥耶沙巴尔。 一开始反击好好噶，不过有头威冇尾阵，喺眼前都几多选择，有机会射啊！解围啊！只系差些少，不过入就系唔入。今场波第一个角球出现啦，跳到尽顶嘅一个波，我谂对方都吓流几滴冷汗啦。 你睇下条门柱仲震紧啊！哎呀，争个少少。今日第二个角球，对手咧暂时系未有角球啊，起跳啦，仲有机会、啊，入波啦，冇几多咁就追翻咯。有时啲嘢就系咁噶啦，人哋唔入你波咧，你唔识惊噶。啊，一入咗你球波，你啊即刻自动波，要追翻球啦。守门员嘅一个犯错，咁样就俾佢把握到啦。 无论你系唔系前锋都好啦，大家都要预计咧，龙门系有机会咧系接唔实个波跌翻出嚟噶嘛，一落到自己面前咪就入波咯。呢场波嘅形势真系不停咁变紧啊！咁样失波真系好难顶嘅，完全系佢哋自己搞出嚟嘅。有个反攻嘅机会喎，穿过去啦！哇，好靓啊个位！
人多就好办事。系界外球啦，奥耶沙巴尔，列卡特睇得一清二楚啦。奥耶沙巴尔试下呃埋去啦，一脚长传啊向前，俾人睇穿咗咯。嗱，速度喺呢个时候就好重要啦。李华道，个波系算系起脚。好，个波甩咗出嚟啦，边个抢得到呢？哎呀，功亏一篑啊！防守啲球员咧，中间有条罅嘅，喂，小心啲先得噶。我话唔定一球定胜负啦。胜高一撞，斗得靓，冇得弹啦。基利安麦巴比都要赞下呢个扑救啦。又俾佢攞翻个波啦。可唔可以俾到落去呢个空位咧？做乜咁大嘥啊，后生仔！冇机会嗰阵时又话冇机会，而家有机会啦，又把握唔到。亚历山大亚洛特，奥耶沙巴尔个意志力咧真系好劲啊！睇下个防守做得几好。整腳直線，哎，而家可以反擊啦！守得好啊，夠曬機警，差少少咧就單人匹馬，自己搞個機會出嚟啦，相當之犀利啊！攞到角球啊！佢哋第三個角球啦，對手今場波咧仲未有角球嘅。史坚尼亚踢走个波，危机解除咗之后就立即反击啦。话都冇快，由呢边场去翻嗰边场，算系好准嘅一球啊！成个反击都唔错噶，如果入咗啊，呢球系世界波啦。好，美斯攞到波啦。呢个波俾好些少嘅话咧，会系个好机会嚟噶。巴黎聖日耳門看來要多些變化才行，是人都知道他們想怎樣踢的。舒夫真高，亞歷山大亞洛特，看到了，看到有人了，亞歷山大亞洛特可以試下切入，反擊的時候不夠專心，失敗機會這樣浪費，失敗啊！睇唔睇到有隊友咧嚇？想要個波，個波又嚟唔到，呢下救命啊！俾波嘅路線又明顯得滯嘅。巴塞隆達立翻個波啊，再嚟多次，射佢啦！咦，個波出嚟咯喎！比斯大腳解圍。亚历山大亚洛特头锤一顶，算是不错的尝试，但上半场就完了。哇，听到最后阶段都还是这么紧张，球迷们千祈咪眨眼，一眨眼就走鸡。这场球踢完上半场了，这场球真的够了看头，两队都很积极进攻，现在的比数是1-1，但是之后会怎样没人知道。巴塞隆达翻翻入去更衣室啦！嗱，上半场两队啊各入一球，要估谁胜谁负唔容易。下半场已经开始啦，明明有咁多选择，点解会咁样拣噶？马勒多纳唔想犯错啦，佢呢个会系界外球。
亚历山大亚洛特传咗入中路啦，差唔多到最后防线噶啦，解到围就好啦。呢球传得唔够准噃，马勒当拿后防夹到实一实，一啲都唔放松啊，先至可以阻到佢咋。哎，截得好，老威列贝利到啊！好大的空位啊，一个人搞得唔得先，我想追返呢球波啊，睇俾唔俾到个靓波先，亚历山大亚洛特啊传中，The attendance for this match was 71,649. 李华道，基尼安麦巴比攞到波啦吓，李华道射门啦，个攻势咧都组织得唔错，但系烂咗尾啊，最衰呢个直线俾落去咧，简直可以用四个字形容，完美。无下，咦，兩邊咧都利用呢一個機會去換一換人喎，執執個陣先啊！好，射佢！巴塞隆達可以反擊啦！哇，眨下眼就唔同曬嘅。列貝利好有鬥志啊！哇，呢球有趣喎！傳咗過去，哇，領隊都鬆口氣啊！因為呢啲反擊咧，隨時輸死人嘅。成個反擊都唔錯嘅，如果入咗啊，呢球係世界波啦！卡路士冇人掹住佢啊，有位哇，好跳得啊，救得好啊，真系唔野少啊吓，舒夫真高，谂住有机会啦，啊龙门啊阻住晒喎，呢个系佢哋今场第四个角球啦，到目前为止佢哋嘅对手咧得一个角球啫，哦成功抢走啦，呢啲咁嘅传波真系激死队友啊！金美智李華道可唔可以俾到落去呢個空位咧？俾人捉到越位啦！
substitution for Paris Saint-Germain. 換人啊噃，咦，兩隊都換啊。Number 13, Rudiger, coming on the field. 睇下俾唔俾到個靚波先。Number 3, Van Dijk. Substitutions taking place. 盧奧巴起腳射佢。哇！竟然射唔入啊！杜奥巴佢都明呢球波应该可以赢波噶啦，唉，而家嘥晒。Substitution for Paris Saint-Germain. 巴塞隆纳第五个角球，对手只系得一个角球啫。Coming on to replace him is number six. 巴塞隆纳又攞到角球，第六个角球，对手到而家咧都仲系得一个角球啫噃。艾灵哈兰特一脚将波清走，列卡特、帕金。冇人呃佢啊！系咪要起脚咧？大家一齐追住个波啊！马勒多纳，喂！呢啲时候咧，有经验嗰啲球员要负多啲责任啊嘛，唔可以就咁简单就失咗个波嘅。出现，哇！而家又俾佢哋领先翻啊！呢个头槌真系顶得好啊！嗱，佢顶呢个波嘅时候咧，佢够晒果断啦，结果咧对手唔够佢争。巴黎圣日耳门喺呢一场比赛领先紧啦。好似佢呢啲咁出色嘅球员啦，无论喺边支球队啊，都好似漆黑中嘅萤火虫一样，入波梗系靠佢啦。头槌顶呢个波，入得好靓啊！哇，即刻就追翻啊！系咁噶，有啲人针唔吉到肉唔知痛啊嘛，唔落后咧，唔识追翻平手嘅。哇，呢个头槌认真精彩啊！哇，要多谢助攻嘅队友俾个咁靓嘅波啦。后备出场冇耐就咁快有波入咯噃，舒夫真高踢咗出嚟啦！呢球波扑得好。哇，救得一流啊！呢个波反应够快先可以做到啊！最后机会啊！够钟啦，够钟啦，就快，会唔会有鼓励唔到嘅结局咧？睇实边个喺前面啊！嗱，呢场波睇嚟99% 都打和噶啦，不过仲有一次机会喎。突破咗啦！佢哋要好好把握了射佢，马勒多纳射入呢球靓啊！相信系决定胜负嘅一球啊！嘿，咁都俾佢入到，咪抵入啦，抵赚啦！嗱，呢个时候咧，你就知道佢有几冷静啦。好多球员嚟到呢个情况啊，都会踢跳噶。领队第一次换人噃，巴塞隆纳只需要守埋呢几分钟啊，就可以上演一幕反败为胜啦。呢球波好大机会咧，系决定呢场波边队赢啦，肯定系啊，除非唔系。抢翻个波啦！个波而家喺左路。嗱，反手围攻一定要快。孙兴文今次过唔到去咯，完场啦！巴塞隆纳凭住出色嘅表现，喺落后嘅情况下戏剧性咁反败为胜。
马勒多纳理所当然就是今场的最佳球员啦。巴塞隆纳嚟到最尾尾先至话搞掂，真系犀利啊！其实佢最后能够赢得到咧，完全因为佢心态咧够进取。一般嚟。